你们今天三个人要一条心啊，因为今天邀请到这位是于天先生啊，哎的太太，哎呦，提起此人，在我们圈里头，对不对？你们大家几乎都给他大嫂级的人物，哎，都这个受过他不少恩惠，开玩笑，包括我本人讲，您跟他的关系，你说说看。哦，我跟他的关系这个非比寻常哦。您跟他的关系，这个可以，你讲话清楚一点，可以吗？没关系，于大哥秀血样八哟。我们拿奖拿的了，这个东西不能开玩笑。对，哎，我呢是他干儿子。哎呦，她是我干妈，这样子，从小喝她奶水长大。哇塞，她泡的奶水啊，她泡的。讲清楚，我是我何德何能呢？